欢迎回来最新新闻的现场。这个向公所为着要提升乡内的落地和用心技能的产值，同时和观光市场来合作，是特别邀请到资深的总破师来研发一系列创意料理，将落地做成是脆嫩鸡汤，鸡蛋来做成是熟悉的皮，后边将无同款的口味调整，嘛推动休闲农业的市场。前台湾省长的御厨贾宝林来到德格乡，现场示范着两批的做法。你所使用的鸡蛋是德格生产的用心鸡蛋，比一般的鸡蛋比起来较无容易破，所以总破师来算出伊来煮两批，要摕来做寿司，来代替日式的海苔。寿司就一定爱这个糯米皮吼，对紫菜皮来包这个寿司啊，所以今日我甲用这个有机蛋哦，有机蛋来甲煎做两皮吼。那么这两皮咧，今日先讲有机蛋，因为伊这个鸡蛋诶，伊甲一般鸡蛋无共样，伊较食起吼，较绵吼，啊，迄个食起嘛较有诶 Q 性。这是德格乡公所辅导乡内产业营销的新手法，是请总破师研发一系列的创意料理。除了用心技能，更将目前当地生产的落来设计出各种的料理，是用落来炊嫩来调整现场民众的口味。哦，口味足好，嘿，口感足好诶，嘿，足赞，哦，食了吼，香搁甜。啊，我这个卵是经过我一个朋友，伊是中医师、兽医师，将这个卵研究二十几冬，内底配方拢搁调节过。所以这两人起来到的是咱人健康做好的一个鸡蛋，它是低胆固醇，所以一般鸡蛋的三分之一的胆固醇而已。过来，这个鸡蛋所有的动物，这个蛋里底拢有原始的那个纤维，我们这个纤维也都把它分解掉。所以哦，伊的蛋吃起来吼，甲一般传统的鸡蛋吃起来确实较无同啊。所以我建议就用这个糯米甲鸡蛋来甲搭配来做料理。落来是季节性的农产品，这几年各农为着调节产量和绩效，不止开发来做落来冰棒、落来冷冻鸡肉，在产量大出的时阵，会使来平衡市面的绩效。你研发创意料理，也会使增加观光的销售功德。落来价格无好的时候，我拢甲摕个冷冻下来，哈，冷冻下来，我一直价格，哈，爱阮农民来讲，上重要农民讲价格，卖有市场讲价格，啊，就。我都落地，比方我都落地，我一斤是30块，一大斤30块要卖，吼，我就是安尼，啊，以下我就卖啊，哦，去到中盘啦，吼，大卖第二盘盘，个是不是农民卖个一斤，反正有阵卖无20块，哦，我就是这样，啊，但是咱品质一定要求较足好诶。德格乡公所表示，传统农业是挖靠着能力和技术，但是营销则是生存的关键，所以公所持续协助农民来打开通路，将落来和用心技能结合加进版来开发新的食法，并和食品业者来合作，成为着成功推广的案例。新闻大概话，德格乡蔡宏报道。